情人节快乐！不对，今天团团生日快乐！啊，史蒂夫安安、曾志佳安安、张生安安安，那什么曹小云安安，有跟兔子过吗？没有。空余安安，我也想过去啊。我不是感冒，我只是很不舒服而已啦。就偶尔会这样一下子，我想笑。以前比较严重，以前身体没在健身的时候，就三不五时都这样子。主要是，想想，小便安安，嘴嘴安安，乔子安安 ，CHLOE 安安。洪杰恩，我就是上厕所血便，然后会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晚上都会高几率突然就是打，就是突然觉得全身很冷，然后皮肤就感到刺痛，然后就全身很无力，然后你只要空气太冷，就是怎么讲？你太热或太冷，你皮肤都会很刺痛，所以我要只能穿短袖，然后短袖然后盖很厚的被子这样子。这应该不是感冒吧？天之龙人票据。对啊，所以今天可能打王国，我应该也是话很少吧。我因为其实我今天没有去健身，可是今天都把时间睡掉了，而且我觉得今天时间过好慢哦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大概睡到五点，我就觉得啊，应该要快七点了吧，所以这两个小时我觉得好像在过四个小时一样。又可安安、雅静安安。哦，我的天！然后我今刚刚开台前去回应一个粉专的讯问题，说什么？请问兔子的大便会多吗？我就回他，你大便不多吗？可以自己去爬文还是什么的？我等一下去看一下我怎么回的，因为他很无聊，一直到处问一些很无聊的问题，别人隐私问题啊，认识谁谁谁之类的，就是没事找事情一直问。我说你很多事情可以。先去网络上查，查完之后再来问我啊，不是那么多人有时间回应这样子。对我今天开了支持者，只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通知，还是有什么的。因为今天没有什么，没有，本来想说下午开测试台，可是我真的是全身无力到快不行，所以。就赶快滚回被窝里面，逼自己流汗。啊，对啊，如果但就是如果点了支持者或什么的话，没有出现他，或是欣赏没有给成功，没有跳出来，都要跟我说，我再去跟 FB 那边回报。因为本来里面内部很多人都回报一样的事情啊，只是。我想说，我目前没开欣赏，也没有开支持者，我就没有去留意那些，所以我应该
出很多问题，我就去考古吧。那，对啊，之前是，他们说要外币账户，那我不知道我原本就有外币账户了，我以为我没有，所以就没有开。阿班以为是礼拜一，因为今天就身体很不舒服，想说我要去那种银行冷气房的地方，我一定更痛苦。我就想说啊哈，看看有没有线上什么的资料，先查一查，礼拜一再去用。就发现说有个线上申请啊什么的，然后资料填一填，发现说哎、欸，我有外币账户了哎、欸，然后就跟内部的人说，他们今天下午就帮我用。我点测试还是什么的，结果根本就没有出现啊，感觉我那个测试斗内的那个快掉了。哎呀，你有注意到、哦？因为我想说我不提，我本来想说晚一点等人多的时候再提一下，因为现在八点之后想看麦块的人比较多，我就稍微提一下这样子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欣赏我斯纳多少啊什么的这样子。然后礼拜一啊，先不要剧透好了，你们礼拜日再去看。哦，不行，我等一下玩麦块会玩到呛掉啊！天哪、啊！我现在其实有已经开始有点斗鸡眼了，因为这次蒸汽怎么转这么久？我的天！哎、欸，那你真的都有在听哎、欸？因为这件事情我记得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事情哎、欸。哇，感谢你！因为其实平时其实打魔物人。七点左右啦，之前人都是维持在二十几，那最近有维持在三四十，我就觉得哇，好谢谢你们哦、喔，这样子，因为很多人看不懂魔物，那还是愿意来帮我挂台，过来听台。啊，终于，刚看到消息说官方开放刷猪。但有没有 PC 就不知道。什么刷猪？嗨，杰超，嗨，嗨，静，你说今天吗？一直挖矿吗？嗯，你说哪个刷猪啊？哪个活动是刷猪？我去看一下。啊，这就是欣赏吗？啊，会出现吗？我看一下哦。哎、欸，刚有出现吗？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啊，怎么没有字？等一下，我去设定一下哦。哦，有哎、欸，感谢最最的25欣赏。哦，有哎、欸，谢谢，你可以不用测试，我知道成功就好了。感谢。我去调一下，声音大一点。这好像关台后才有吧？然后先去调一下。哦，没有打字哦。YH 安安，终于有星星了。哦，对啊，我看到后台有说你本日几颗星星，本周几颗星星，本月几颗星星，还有今年拿到几颗星星。我想，哇，好恐怖哦。因为我听有人说什么，这个星星前，哎，对啊，我开启文字啊，我声音调大声一点好了，保存。那，支持我声音也调大声一点好了。哦呦呦呦！我的支持声音要不要换？我明天再换好了。现在用。哎呦，因为支持跟喜欢啊、分享啊，声音是一样的。25等于11块，哎、欸，你看这个是点喜欢嘛？喜欢是同一个音效啊，那个
一个叫啥？那个支持者声音也是一样，所以应该把这区分，不然这样对支持者很没礼貌。可是好想你啊！你怎么不是我有钱的 Google 账号？白痴哦！够了啦，够了啦！我是希望就是我像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用 YT 跟那个 Twitch， 想说你们有的话看也可以持续在那边，要这边也是可以的，我不强迫啊，只是想说一直有人问说怎么加入兔窝什么的，我想说目前那边已经没在用，加那边好像也没什么意义，就想说那就这边给看有没有已经订阅过或支持赞助过的，要在这边点啊，因为。好像还有头像可以用吧？我记得没错的话啦，我看一下哦、喔。哎呦，虾米虾？等下什么声音？等下等下，什么声音？刚刚是什么声音？哎、欸，我没听到，我没看到。等一下哦、喔。支持者，久违的酸呀，没有，因为他的那个音档要用那个特别的那个库存，因为他不是用 MP3 档，我记得他是用什么 X 什么 X 档的，对啊，我刚刚想说怎么突然有噔。哦，这个好了，这个好了。选择储存啊，这个应该赏星彩清赏才对哈。我要去叫兔子录一段，感谢支持之类的。我他应该没有想理我。哎小。来，去看今天的每日任务。感谢喜欢，感谢赞。活动任务：古代树森林八雷狼黑红，雷二黑红。哎、欸，这应该变成每周任务了吧？哦，对啊，我们活动没了，这边没周了。青菜爬狩猎。嗯，天之龙能票据，哦，慢慢打，慢慢打。嗯，还有就在想，因为现在除了礼拜四跟礼拜六晚上八点没有要跟谁开台，我在想，因为魔物猎人其实差不多也。没什么可以实况了，除非就是等三月有新活动啊，就想说不知道欸，看要不要玩点别的什么，懂吗？我是想就因为要怎么讲，跟哈基他们玩轻松生存，又跟巧克力玩那个疯狂世界，就是重新生存嘛，那就 全部就是好好研究的东西怎么弄什么鬼的之类的。欸，我好久没有很认真去研究摸索麦块的东西。最后一次摸索就是一点兔子更新的那个版本，1.9吧，是吧？对啊，应该是 1.9。那时候就是有兔子深海虞姬。欸，又有声音了。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声音是从我的 OBS 发出来的，噔噔噔，是这个欣赏是从 OBS 发出来的。那 OBS 上面会再跑出一次那个欣赏通知啊。感谢最最好了，我们知道噔噔噔的声音怎么来的了，可能是刚刚声音没有及时发出来，刚刚补发，所以在我看的过程中有声音跑出来。够了够了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你，
要不是没开视讯，我现在真的是双手合十在道谢。这心情很可爱，没有这预设的。我应该再去找我以前的那种 GIF 图来用。我是很怕我突然发烧还怎样的、欸，很怕，超怕 ，super 怕。我们今天要干嘛？今天我看一下哦、喔，哦，节操在，可惜没外宽。看一下、喔、他贴了什么？活动任务，四级珠子。哦 ，PS 4的哦，好吧，好吧，没有了，那我们找事做吧。你找到问题点了？什么问题点？兔子更新，对啊，那时候就是新大陆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就跟菜渣说，我那个他就是可以帮我开伺服器，然后就说好啊，那我要好好研究。那时候的版本怎么玩？所以铁巨人塔、安德塔、那个海底遗迹的那个神怪机制啊，有的没的，都是在那个时候还不盛行的时候，我就先盖出来了。还有什么农西瓜、南瓜、那个猪人塔那些，哇、哦，满满的回忆哦。最可惜的是那个啦，史莱姆农场，因为我们脚下正下方没有创客。啊，然后我们唯一的创客就只有一格，而且离我们家又有点远，因为当时我那时候其实想生存在大概 Y 轴40到50的地方，就是你进出要稍微爬一下，就是有个大坑，要怎么讲？嗯，就是比如说住在中城区，然后。中城区我们至少在那边活动，那史莱姆又会在那边生出来，然后去摔死这样子。啊，反正就是这种意思啊。超大的安德塔嘛，对啊，就是很早以前的那个，很早以前还需要用活塞推的安德塔。啊，现在是不用活塞了，因为那时候出了中介嘛。不是，我那时候是用那个中介蛮的，中介蛮是也是跟兔子同时更新出来的。那 1.8 之前是用那个活塞在推，哦，那时候每次盖那个都是被自己摔那个摔到那个虚空去，哦，满满的回忆。刚刚第一次得知的音效啊，那个音效是怎样来？看有什么活动？睡眠与麻痹的组合，猎人们永远的梦想。哎、欸，少好多哦！哇，不能播，不能去挖了。这都是刷什么的啊？我感觉很像大小精哎。我既优雅又充满良心，六等。不太说笑，但是我非常安静，而且允许喵。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瞄，我还是会小心把耳塞塞好的。啊！哦，对啊，是我想说你那边有找到原因。我以为上次专心研究是 ATN 3，没有哎、欸、，ATN 3太大了，那个算是那个啦模组，我是说预设那个本体的，本体研究麦块，是什么？我想去刷大小精哎、欸，猎人笔记，大型魔物。他没有那种以前什么荒地的什么鬼东西的，就一大堆一模一样一大堆魔物，然后很容易出大小金缺。
黑羊超难嘞、欸，雷狼龙，反正都是这些比较难打的，很容易出大小金。巨龙、覆面、毒臂、臂毒。Hello，Jerry，Hello。啊，感觉今天没说什么事情，就8点了，做点事情吧，我们去刷大小金。刚刚是在养牛吧，承接进阶活动，不是活动，白痴哦，这个活动，然后对啊，普通黑狼牛吧，怕啥？参加哦，好烦哦！有时候像今天 PO 的影片嘛，就是要接龙。其实中间切掉很多没必要的，因为就是巧克力接了一句给我之后，我大概中间卡了10秒钟，我在想要怎么接，然后就把那10秒直接省去掉，然后就接下一段。不然整个不剪的话，有快1个小时。都在不知道干嘛，FB 不让玩 Google 没有，吼吼吼，不让你花钱耶，猎人笔记，大型魔物，黑狼鸟，你怕啥？怕水？更换装备。你怕水哦？好了，我们出发。餐券，还是青菜加啦。最近都跟他们打，没有好好练习，都在当捕食。更变装备，然后那时候有 DPS 之后才发现，哦，这把真的是很强诶，能补又能打，伤害真的可以打第一或第二名，又可以帮忙补。我想说，那如果不整个不补的话，不就是伤害更高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我有看他的影片，他说都在宕机啊。我想说，拜托，他自己宕机的也很多次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那时候后面不是抓到 bug，说只要讲后面加个巧巧或凡凡就好了。我就讲个巧巧加油啊，然后这巧巧加油，他说油油亮亮，然后说没有没有，巧巧加油，巧巧这样子硬凹过去。调查活动。真的是很难很累，Go Go！还是我换太刀啊？打会飞的还是算了。我好像还没吃药诶，等一下哦，吃个药。有想说前几天痘痘变好了，这几天又突然恶化啊！黑羊鸟在吗？你去哪里？我只能剧透你们说，有一次的限制是由我来出，
哎、欸，我只能透露这么多了。来哦，昨天讲的那个，这样子，拍两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啊，白痴哦，我应该。软化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就软了。看来是不能断尾了。好，剧透，拜托剧透，剧透什么？内容又没讲出来，只讲出一次是我，然后你们就会知道为什么是由我来出了。可能遇到兔子啊，可能遇到丛林啊。可能遇到跟钓鱼有关的啊，没有啦。以上完全不相干吧。什么拍谁？拍谁什么？干嘛道歉？呜、哦！哎、欸，我没有啊，还是没满。你看他这双倍真的很夸张，你看我这样啄几下，你看血再慢慢满，再啄啄啄，你看血满了，你说夸不夸张？投爆了。嗯，被喷到也没事。起来咬个几口，血又满了。啄他，啄他，啄，没有用。没有啊，他说的剧透是说我啦。那个张兆，张，好像叫什么？对，张兆威讲的是我啦，他是我们兔窝里面的白痴，他很喜欢被骂，所以他骂的是我，不是你，不是骂啦，他说剧透是我，不是你啊，好白痴哦，你看啊，阿杯都你啊，他的石头掉了。而且玩这个，我又能看聊天室，多舒服啊！哎、欸，安总进来了，我在乱玩哎、欸。我只是好奇，这活动任务是有大小金是不是？不然
他只是说快速提升 HR 跟 MR 等级。对啊，说起剧透，想起上次在电影院门口被刚看完的剧透难过，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刚散场的时候去电影院，或去电影院尿尿还是怎样的，最容易被剧透的地方啊。我有解毒剂啊，可以帮你吃啊，看一下、欸。可以耶，我还是有广域化耶。你弄好了，你可以花钱是不是？这只也不大不小啊，不要打开塞尔的机器好了。然后怕实况倒卡，我就不开。那想说等我关台再打开那个数据。毕竟，哎，感谢静的星星，感谢。哎，这声音真的会吓人，还在认真。认真讲东西，啊！刷柱子任务 PC 没有啊，主机哦。所以说那个送星星的按钮在哪里？哦，我不知道哎、欸。那个最最还是进在哪里啊？哎呦！感谢陈宏旭的200颗星星，谢谢。哎、欸，这声音有点大声，哎，好恐怖哦！不过刚才试了，如果电脑跟手机一起开 FB 的话，星星不会出来。如果电脑跟手机一起开 FB， 你是说你用手机看又用电脑看啊？是星星都不会出现？是什么意思？是？没有星星的按钮出现，还是你送星星不会出现？
感谢空余的100颗星星，感谢你。哎，没更新啊，烂东西。啊，我想起我为什么要来这里了啦，我要捡那个黑狼鸟的足迹啦，因为要刷大小金的黑狼鸟我好像不多，所以我等一下会再去接一次。神母晚上好，我不是感冒，我只是不舒服而已。我手机的按钮星星会消失哦。哦，哇，他是防止人家用手机用电脑挂台，哇，坏人。虽然这样好像只算一个人啊，我不知道欸，没试过。啊，我要去看一下黑狼鸟多不多。我不知道欸，因为现在问题也很多啊。管理调查任务，登录奖金，力战个体，力战个体，好，来查一下哈。捕获雷二龙，拜拜，拜拜。拜拜，欸，这可以留两次力竭倒下。那我要刷大小金的前提就是那个这个力竭倒下能有一或二是最好的，最容易出大小金。那其他这些三金的就可能留着大家一起打，像这个一次力竭倒下的就容易出。可是古龙这个就很机车，因为场上就只会有一只古龙，不会有其他人。哦，这个还可以，四人一次力竭。啊，可是金火龙就是可能你是进去狩猎金火龙，那就是看其他魔物，可能场上有其他魔物是大小金，就优先打那只，再来打金火龙。但是哦，还好这个时间50分钟，还可以。有一次说很累，王国可能会打太凶，就这样。我哪一次啊？我很少在王国或是见面打得很积极、很凶欸。我几乎现在都是在做后勤类的那种东西，或是在发呆，喊说谁来了、谁来了这样子。啊，也是希望我不要再当间谍。我说当间谍好累哦，最讨厌有身份了啊。目标。黑狼鸟啊，雷二龙哦，雷狼龙哦，白痴哦，看错了，我几只啊？哎，还哦，还可以耶，一次力竭啊，这个就有机会了。那这个应该留给跟他们打吧，四个人一次力竭。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个啊靠，这两个人两次力竭，好像是当间谍那一次，不是啊，当间谍那一次是上上礼拜的事吧？就是，啊，对啊，就是验明正身那一次不是吗？礼拜二说先验明正身嘛，啊，可是我也没有打得很凶啊，主要都是团团他们在打，我在玩那个水上工厂。对啊，我都是留一堆铁矿起来一次挖的玩家。